大家好 ，Omega， 今天野外探索第7集啊、哦，这几年我们来重温旧梦一下，我们来抓一下我们第一集抓的绿鬣蜥。今天不平量，但是希望可以抓到真的非常大只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今天我什么都带，什么都带，万事俱备，只差鬣蜥。路在安呐、啊。对啊，我们今天绕了一帮兄弟，兄弟，兄弟在后面。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都是用标枪去打，但是我们这次还是采取比较温和一点的措施，我们用虫竿去戳，把它戳下来。其实绿鬣蜥入侵台湾的问题已有数载之久，南台湾各地也相继沦陷，从屏东、彰化甚至到台中也听闻有他们的踪迹。而在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之下，台湾逐渐重视这类的议题，但是也只是看看而已。然而从民间团体的大肆捕捉，他们的数量却也没有下降的趋势。只要源头问题没有解决，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只是亡羊补牢而已。这样了啊、哦，大气完毕。那是什么东西吗？真的、啊，我上次买的没有用到，放一年了吧？一直说要抓，没有要来啊。OK。找绿鬣蜥的诀窍就是尽量往树上看，因为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爬到树冠层去休息。不过也有一些个体会留在可能腰部就可以抓到的范围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如果要找到他们，还是眼睛要放力一点，能找的地方都找过，因为他们的保护色其实还蛮厉害的。各位啊，有一只蟹老板啊。啊，那边已经发现一个 Sleepy Beauty 了，要不要先弄啦、啊？我现在开始找，大概走没10公尺就遇到两只，看来这边密度是有的。已经找了，这有啊，好像这有一只最高那边，让它打一打跳下来，跳下来下来，所以 nice， 这么顺哦、喔，应该去年的个体太小只了 ，one nice， 收边。跟他讲一下，我们今天去民宿的时候，民宿阿姨问我们来干嘛，我们跟他说我们是来抓宝可梦。嗯，阿姨结果阿姨不知道我们是来搞这种勾当。弄起来，弄起来。我这个角度吧。对。那我今天我看看，等一下帮我打一下。打撞球。我没抽到球。哼，你自己想搞，你自己想搞。要不要？也许有一天，我穿山变丝绸。哈哈，我拿我的好牌了。不，对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在这边吗？哈哈哈哈哈。走，等下去给他拿那个。OK。OK， 我来了，各位。没事，因为我来了。先预备。有，先预备。全线预备。开保险。你歪了啦，偏淡，偏认真难做帅，下去下去下去，你掉了，我看到了，卡在那边了，哦下来呀，哇，哎这是不小哎，等一下，哎呦，80载，有点东西，松的，松的，来这样。一只小公兽，吃那么胖，还是昨天喝了什么？你敢说人家胖？妈祖成量，看一下，妈祖成量，靠啊，收编了。为什么那个酒味啊？因为我踩到那个、啊，是你发酵的饮料啊，冬瓜茶，你知道吗？跑掉了，变冬瓜啊，酸，有抓到、啊。踩到饮料，别的饮料，酸掉了，我就直接往我脸上喷了。好，这就叫爪兵啊！怎么了啦？学习新技能呢？等一下，下下下下，来，来，直接上篮，可以啊！带球上篮，哇，哦，漂亮！超绿的，超绿的。
这边都是非常松软的土，很适合他们产卵了、啊。他们直接在这边交配产卵，然后在这一块都可以完成。有吗？压掉，哇！呜呼，快、啊！对，它很快，而且听不到声音，难怪刚刚下来几只都不见。哎呦，天啊！就要起床了，好、哦、了 ，nice， 不言吓到我。人家间谍情深，你还要抓你？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他是钻到我身体里啊？是啊，我问你啊，你要变新型太英雄了，油盐人，看一下都是毛。在布袋，带兄弟们来补补身子啊！啊，红仔，红仔补一下，红仔，有蛮大的。红仔正在发育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啊，哦，干了，干了。哦，涨价了。对。蛋哥那边还有一只，你帮我照。好，慢慢等。哎、欸，水水水，有吗？水啊、哦，来给我。另外两只，那你我自己先确认位置。帅也不知道要跑，哎，想跑还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有没有？哎，到，掉了，掉了，两只，我，这大家都去年的个体啊，长到现在差不多。40公分多，25正。我们刚刚那个后树林已经把它收刮完毕了，我们来数一下大概有几只，全部都是啊，全部都是。26，26，不错，猜得多准。这个构树林大概26只，也就是说，它一整窝一出生就待在这个构树林，可能。大概待了半年，已经长到这个体型了。那很多他们进口的时候也差不多这种体型，再小一点。啊，很多人看到它的时候觉得它很可爱啊，那就买了。但是发现长大之后，哇操，长得跟库斯拉一样，所以可能就会把它丢掉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。然后我们刚在巡的时候，发现一个地方那边绿叶蜥超级多，有大有小，大的我看到已经全身发橘而破米的那一种。哦，这个真的不能不抓了。再不抓明他就送你三打小绿鬣蜥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比较棘手一点，它是一个旧坟区哦。但是我看那边的住户其实已经搬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几户还住在那边、哦、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去附近的土地公庙、哦、拜拜一下，跟他们知会说我们会进去抓绿鬣蜥。我觉得这只绿鬣蜥它数量一直下降不来的原因哦，主要就是它常常会待在人类到不了的地方，或者说人类不敢去的地方哦。在这些地方它可以不受打扰了、哦、一直吃一直喝，甚至一代代繁殖下去。不过既然我们都来了，我们就把这个工作给做好，好不好？终于给我们看到巨货了。要搞吗？搞啊，怎么用？搞起来，哪次不搞？然后其实我们发现不止一只，公列在这里。我们看到它的脚很大很粗。我下面可能是坟墓，所以我们边走的时候还是会跟他们说声对不起。但是我们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。对吗？想到这里那么多小的，怎么没有大的？放给你走。要吗？需要吗？不用不用，你不要，直接入装。抓蟹子枪，好，抓蟹子枪，哎，来了，准备好，桃源线准备好，桃源线准备好，下来下下，对对，抓了，粗吗？粗啊，粗啊，120几米，对，抓到，哇，这只有粗，应该爆蛋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爆了，爆卵了，爆了，弄出来，弄出来，没搞下来，今天又生一窝了，今天又生一窝，哎，皇天不负苦心人啊！刚我是直接这样喷出去，直接往草丛喷，差点看不到你，对吧、啊？我刚刚我没办法立足哦，然后刚好一伸出去，一只手抓它，啊，小时候有打棒球就不一样，赞赞赞，收边，下去了。有吗？看不到。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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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跟我抓上次那是差不多，反正走完他掉下来之后，他在我脚边浮前进，我想我脚怎么会终于在动？然后我看看他在怎么把它抓起来了，有啊，漂亮，但是还是没有碰我们记录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这样，还是反向，反向，看回来。擒贼先擒王。好，回了回了回了，我下抓抓抓抓在我胸口上，好痛哦！我看到了，今天最大尾是吗？对，今天最大尾。噔噔噔，刚刚经过一番奋战，抓了捅了几只大只的回来，然后我手上刚好是一公一母，我教大家怎么分一下。通常公的话，它的背裂会非常的明显，你们看到，公跟母的差非常多。对，哎呀，公在发情期的时候会几乎身体会转成橘色的，然后公的会很明显的特征，它有两个大大的腮帮子。好，公的下面这个肉水非常大片，当其他同性靠近的时候，或者其他鬣蜥靠近它的地盘的时候，它这边就会张开，有点宣示主权的感觉。它们属西部这边颗粒会非常明显。我其实蛮厉害，它一次爆卵可以爆个二十几颗、三十几颗，甚至五十几颗都有人看过。啊，今天抓差不多了，先收工了。来了，放这录音区。晚点名，晚点名，晚点名啊！点集合场，集合完毕。集合场，集合完毕。Good stuff。干，干这画面太震撼了啦！小凶，小凶了。Holy, holy, 六三。OK， 我们回到民宿休息了。哇，大家真的快累爆了，而且今天我们超猛阿波里面去。哦，我们明天应该会去拜拜一下，哦，求个平安。然后跟他报告一下，我们总共抓了63只，最大的125公分，最小的26公分左右，哦，等于说一个三代同堂的概念。那鬣蜥数量会那么多，要是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如果他当初没有被这样大量野放的话，哦，可能是一些饲主想要转嫁成本给大自然，想说我把这鬣蜥丢到野外之后，是不是他之后长很多，我就不用，哦，花我的设备，花我的电费，啊，我直接从野外去采，我就有源源不绝绿鬣蜥可以卖了。我今天抓63只，其实就是九牛一毛而已啦，外面还有千千万万只等着我们去抓，啊。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好方法可以控制它们的数量，啊，甚至把它们限制在一个区域里面，不然这个绿鬣蜥只会越来越多，啊。那今天绿鬣蜥这事情告诉我们说，当一个饲主的话，啊，必须做好这个宠物的身家背景调查，它要长多大，它需要吃什么。你需要给它环境有多大，这都是一个合格饲主必须去做的一个功课，而不是一面去追求美的事物，甚至满足自己的私欲，而去忽略这所谓的责任。啊，那今天影片先到这边，套用句老话，择你所爱，爱你所择，养它就不要弃养，否则真的会造成生态浩劫，哦。我是Omega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老板，后面这个是什么？白带鱼。今天钓白带鱼。对，今天钓了一些四只脚白带鱼。哦，白带鱼，有点凶，不要看，很凶很凶。CBA, never say, I've been on my car for 7 days. Need a race, sweat again.